今天我们吃的是杨国福的麻辣烫，还有熬虾后切三文鱼。今天吃三文鱼真的太爽了。熬虾也太新鲜了吧！我再吃一个就是麻辣烫了。猪脑花。这是大面筋，这是丸子，
这个鳌虾可比甜虾好吃多了。这个鳌虾还是得戴手套去剥才好一点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